哎，我又按一下 OK 啊，我对，哎哎，对，要按，我再放一遍这个锅，就差不多到时间了。写下这一时代的奇迹，祝天上发力，我们就是传声筒，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追踪的心灵，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使用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想发力，我们就是传声筒，用我们的苦难与忍耐呐喊，换回那迷失在追踪的心灵。欢迎大家来到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我们请王伟强牧师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很难得能够跟在澳洲悉尼的杨子辉，我们一起来学习有关属灵的音乐。我们如何真的是用音乐，你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来侍奉你。主啊，恳求主给我们一个真的存着感恩的心，称颂的心。我们来聆听今天的分享，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反省或者思考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在不同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用音乐继续来敬拜你，而不只是一些技巧而已。主啊，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灵敏的心边听边来。参照我们自己对音乐的一些的看法，以及我们能够有所提升、调整。感谢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阿门，门。好，谢谢王牧师。音乐啊，它是那个，尤其是我们这个圣诗的合唱啊，这个是一个，是我们教会里边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崇拜主的，这种形式。因为啊，音乐它本身就是可以直达灵魂的，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讲，就是，诗言志，歌咏言，而且呢，圣经里边也有这种形式啊，诗篇就是整个的，就是唱出来的，而不是那个我们看见的是写出来的，其实它是唱出来的。那么，圣经里边呢，从那个旧约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可以看见，就是音乐敬拜这个圣诗敬拜的这种形式啊，是我们的神十分乐意见到的，所以我们一看到杨老师今天的这个讲题，属灵的声乐技巧与属灵的圣乐歌效，哎，怎样把这样的东西两个结合在一起，我就非常的迫切的想听到。所以我们也不要多说什么废话了，就把时间赶快交给，杨永康指挥。好，他的杨永康指挥的情况呢，我们也不用介绍了。海报上也有那个，大家在谷歌上去搜一下也有。好，有请杨指挥。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线的朋友们，可能是上午，有是上午好哈、啊，也可能有在，如果在美国的话，就是，是上午是吧？是晚上是吧？无论怎么样，我们在主内都有平安和喜乐，非常感恩，也很高兴呢，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尼哥底母真理追寻会。这样一个基督教的属灵的网络平台上，与大家分享在音乐侍奉方面的一点点感悟吧。神呢把我放在音乐的这个教会的音乐侍奉当中呢，也是摸爬滚打了26个岁月了，所以呢，一段时间里边真的是。感恩，这个神的带领，圣灵的带领啊，那么今天呢，我关于教会的诗班呢，音乐的服饰呢，我今天就暂不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的情况。那么我如果有机会以后，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诗班的一些服饰的一些感受。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来分享什么呢？就最近的这12年当中，神呢在雪梨，这个兴起了这个迦南圣乐团，在这个事工当中，我的一点感悟，我用"感悟"这个词儿呢，其实有两个属灵的意义啊，都是出自圣经，那么。
张老师，我可不可以现在 share 那个 screen 啊？哎，你先，好不好？我看看，我把我的那个 PPT 好，share 给大家。现在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帮助我们的杨指挥？他一放那个 PPT，他的人像就不见了。哎，有没有哪一个年轻的懂帮助我们一下？我们这些老头儿都不行了。你看，就只有这个效果了，现在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屏幕吗？看得到，但是看不到人了，没关系了。我的声音清楚吗？清楚的。清楚哈。好的，我继续分享啊。关于这个，我谈到说感悟这两个字啊，其实感呢是我是觉得是指这圣灵的感动啊。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那里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所以这个感呢，这个被是要指的是圣灵的感动啊。另外一个字就悟呢，是指在侍奉的路上呢，要有圣灵的带领啊，去认识真理，与基督联合，或者与基督连接啊。所以这样以来呢，你就能够，在你的服侍过程当中呢，去悟出很多神在灵里边给你的一些，悟性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那里说，我们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另外在诗篇47篇97篇那里，也说，因为神。是全地的王，所以你们要用悟性歌颂，所以我用了这两个字，就是在我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路上啊，我有很多的感悟。但今天呢，我们来主要分享这个，关于迦南圣乐团的一些在这个侍奉当中的一些经历，一些感悟，好不好？我们来先请张谭老师给我们播放一段这个迦南圣乐团的一个短片儿，好不好？哎，张老师啊。怎么搞的呢？那现在就是哎，我把那个share 哦，screen 呢，可我能要你要把那个停了，我才播得了。对呀，我现在已经取消了呀。哦，你取消了对，消了。不行的，共享迦南圣乐团。训练团的一个介绍短片儿啊，你找到那个 link 了吗？哎呀，我们这个真的笨呐，笨死了。哎，不用着急，没事儿。我再看一看迦南圣乐团的这个你共得先那个 share screen，享对，你先点，把你那个共享你的屏幕。不是这个吧？是这个啊，应该是吧，我看不到现在啊。不对，哎呀，第一个共享，你要先共享屏幕，别人才能看得到。迦南圣乐团我都找到了，共享声音，共享。Share screen，你先去找那个 share screen。看不看得到啊？
没有。没有啊，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吗？看得看到，得到啊。只是没有声音而已。啊，有了，有了。这个是那个见证会啊。这个是天歌一二音乐见证会。不是这个。哦，不是这个。对，第一个。我看不到，我现在看不到你的那个屏幕。哦。我看这个选的是那个。我现在看不到你的那个屏幕。谢谢大哥。大家能看到吗？看得到。可以，我们看得到。啊，对，就应该是这段喽，那就好了，你们能看到就可以。这是另一个了，是不是？当时这个是另一个，不放了。我看不到，看不到您这个屏幕。哦，你看不到我的屏幕，那对，
好了，我们这个就放到这里吧，就，好，那现在呢？刚才这是一个关于迦南事乐团的一个介绍的一个短片啊，我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啊？这个是编辑的一些往年的一些小的短视频把它编辑在一起。其实迦南悉尼迦南事乐团呢，是建于就是2011年的12月8号，这个创团的团长。也是就是至今担任我们迦南圣乐团的圣乐艺术顾问，也是加拿大的这个著名的圣乐作曲家黄安伦先生，他呢，黄安伦先生是有写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也被世界很多的乐团所演奏，那么人们呢就亲切地称他为高产作曲家他也是我们迦南圣乐团的。这个创团团长也是我们的现在的一直以来关心我们的这个艺术顾问那么他其中呢，从2012年呢，我们在悉尼歌剧院呢就唱了很多的小敏诗歌，那么也有黄安伦先生创作的那首诗篇150。那么我就想，借此机会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想可能有的弟兄姊妹看过，我分享一下2012年在这个悉尼歌剧院，由迦南诗班300人的诗班和80人的交响乐团，正好它是在2012年的6月17号，也就是说12年以前的后天吧。今天是6月15号，明天16、17号，后天是整整的12周年。能不能请张老师再播放一下这个第二个视频，这就是关于叫诗篇150。诗篇150，嗯，天歌2012是不是？对。这会儿我看到了，那不是这个，这个。不是这个，是屏幕上这个。你现在的音乐不是这个。不对哈。不是这个音乐，是这个。屏幕上这个是对了，嗯，王安仁的，对，我找到了。没从头啊，
好，谢谢张老师。这个我这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情况是怎么样。我这看到的声音和图像还是比较慢啊。没关系，我只是想借着这段的视频音频呢，让大家对12年前的迦南圣乐团的开始啊有所了解。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哈？好，其实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属灵的声乐技巧与属灵的圣乐果效。第一个灵呢是 zero，零是零蛋的零。第二个灵是我们圣灵的灵。刚才我们看到这段的视频，是2012年6月17日，在悉尼歌剧院，这一个是一个，世界著名的一个音乐殿堂，举办两场，天歌，叫天歌2012啊，这个音乐布道会，一场布道会，一场培灵会。其实这是华人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一件盛事，今天呢，在线与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分享，无论你原来有没有听过或者有没有看过这两场布道会或者是培灵会的 DVD 啊，我都愿意在此与您分享，这见证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何等的奇妙。我们的神呢，曾使水变成酒，也使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而今呢，在12年以前呢，神在悉尼差不多60多间教会，华人的基督徒教会呢，这个拣选了300多名的弟兄姊妹，把他们组织在一起。就组成了刚才大家所见到的这个迦南圣乐团的这个唱诗班，这个大的圣诗合唱团啊，他们仅用了22个主日，每一个主日呢有3个小时的练习，也就是3个小时的排练啊，最后呢，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尽管不是特别专业啊，但是今天我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关于在声乐技巧上，他们很少人去是真正的专业的声乐歌唱家啊，但是呢，在属灵方面呢，神就借着这班人啊，使用这班人来为他做见证，张老师，我可不可以share screen 呢？等一下啊，大家等一下啊，我把我讲的这个主题，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大家看到屏幕了吗？看得到，看得到。看得到哈，好。那这个标题呢？我把那个2个零呢用括号括起来，就是神真的是奇妙啊。当时我们就说，神将这一群游击队啊，引号的游击队。变成了一支正规军，将这一群黑乌鸦变成了一群白天鹅，用这一班未曾受过音乐专业训练的，或者说声乐的，技巧几乎是属灵的人，达到了一个高唱天歌、赞美敬拜这个属灵的，圣乐果。效，这是神奇异的恩典。
感谢神呢，让我担任了这次天歌2012的音乐布道会和培灵会的指挥，及诗班以及乐团的一些招募啊、组织啊、训练呐啊，等等这些事工。就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啊，自2011年的12月8号，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月整一个月的面试。因为这300多人，的师班员，我们都是一位一位的经过面试而招募进来的。那神呢，就在60多间教会当中呢，预备了300多位弟兄姊妹啊，组成了这个四声部的迦南圣乐团，或者叫迦南圣乐师班啊。那么整整组织了一个月。也就是说，从2011年的12月8号到2012年的1月8号，啊，记得1月8号是一个主日，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练习。当时我面对着这300多人的这面孔啊，我们在一起练习啊，这样庞大的一个大的迦南诗班呢，真是感到一种兴奋和震撼，同时呢，也感觉有些压力和负担，因为我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呢，就对每一位师班员呢，都有一些对他们的就是音乐恩赐都有一些了解，而且当时都有记录啊。那么我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声乐方面的技巧、技能、技巧，换一句话说，神给他们的音乐的恩赐有多少？那么当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了啊。但是呢，在我感觉就是，在于合唱的技巧方面呢，几乎是从零开始。这是为什么我说。有一些压力，也有负担，但是呢，我们就在这个各个方面吧，比如说在试唱上，磨唱能力以及音准呢、音色呀、对音量的控制啊、节奏感呢，以及嗓音的条件等等啊，那么其实大部分的人的声乐技巧啊，几乎。是属灵的，这个灵就是，从零开始吧，所以我们，从零开始训练，大家可以想象，在22个主日，每一个主日是3个小时这样的集训啊，这个短时间的集训啊，要能够达到合乎神的心意，是除非是神来动工，人是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去训练的啊，尽管我个人是学习合唱指挥的但是呢，我面对着300人的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也是有一些 challenge，有一些这个压力啊，但是呢，我们靠着神。因为在人不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儿啊。那么靠着对神的这种信心呢，我就向神祷告啊。那个时候就迫切祷告，我说主啊，教导我该怎么样，在这短短的5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将这300多名，未曾组合训练的弟兄姊妹，训练成一个具有专业水平的。而且是合乎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唱诗班，因为这个唱诗班呢，不同于平时在教会里边的主日的那个教堂里的现场，因为这个是一个要在悉尼歌剧院这个音乐殿堂里边向全世界的华人高唱天歌，而且是要宣告。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件事呢，我就交托给神的恩手当中，求主帮助我，愿圣灵亲自做我们的总指挥。哎呀，奇妙的神呐，他真的是垂听了我的祷告。当时也很多的牧者、很多弟兄姊妹都付上祷告，迫切的祷告也借着那个《哥林多前书》14章15节那里说我们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这样一来呢，让我明白了，在我们这个诗班的这个训练当中。若不是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是靠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所以，圣经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我就在这段时间里边，真的是迫切祷告，圣灵也带领很多的这个话给我是。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呀，我们要用圣灵的引导，那用这样的心来训练这个诗班，也要用呢有悟性的手去指挥他们，还要用敏锐的耳朵去聆听他们的声音，这里边也要聆听神给你的话语的带领，也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观看。这样才能带出属灵的歌声和有悟性的歌唱。经过5个多月的训练吧，真的是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也感受到了圣灵的同在。那每次排练呢，排练之前他都会给我一些灵感。你比如说，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如何去分声部训练呢？怎么样带动这个声？有声部长我们会分总共每个声部有2个声部长，那么4个声部总共有8个声部长。我们感谢主也给我们预备了总共有5个司琴的弟兄姊妹就是每个声部都有司琴的弟兄姊妹。神奇妙的带领他就启示我说要将，唱诗班呢，组成一个十字架的队形，来展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合唱团，而是高唱天歌、赞美神的一个圣乐大诗班。那么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让我在未组成这个十字架图案之前呢。其实神已经让我看到了，第一，是那个蓝，这次的标题是天歌嘛，就让我看到要有蓝天白云的这一个色彩构成一个图案，就是用姊妹们她们呢穿的是一个天蓝色的一个服装，那么弟兄们呢是用一个白色的衬衣，这样呢。就构成了一个这个蓝天白云来构成一个十字架的图案。其实我当时呢，如果你有参加过诗班，你都知道，那么我们这次的诗班呢，一般的情况就是姊妹们比较多，弟兄们就比较少。那你的声音呢，你按照传统的诗班的位置呢，你就会把弟兄们一般是在后边。姊妹在前面，但是我觉得这样一来呢，弟兄们的声音出不来，所以我就希望弟兄们能够也靠前。但神真的是奇妙神说，告诉我就是你不要以人为中心，你要无论是男生女生、弟兄还是姊妹，你要以我为中心，以十字架作为中心。所以这个十字架图案呢。就由弟兄们在中间把它，这个呈现出来了。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可不可以看到这个？我现在屏幕大家可以看到看得到，看得到。看到哈，让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成为我们的其实是成为我们主
神在我们心中的冠冕啊。那么这个图案呢，你们可以看得到，中间是弟兄们构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图案，周围呢是用姊妹们拼成的，像蓝天一样的啊。感谢神，这些都不是我做的，这是圣灵带领，圣灵的启示啊，他给我意象，让我在这个之前我就看到这么一个 picture，一个图案。开始呢，我们设计去定做服装啊。那么蓝色呢，他们选择了一种料子，是那种绒的，而且那个蓝色呢是，深蓝色，发暗。但是我就，神就说这个不是我所希望的，是要有那个蓝天的那个颜色。所以呢，我们就为了这个呢，他把服装的样品啊，他们寄来，我就说这个颜色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呢，我们就重新选择，这种亮丽的颜色色彩，就构最后啊就构成了这么一个图案。所以呢，我在心里边真的满了感谢和赞美，感谢神给我们。当时配搭了很多的牧者啊、牧长、童工，以及刚才我讲了8个声部长、5位钢琴伴奏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摆上，感谢神拣选了300多位诗班员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付出和辛劳以及呢，悉尼当时的60多间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祷告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借着祷告呢，我们这根灵线就是属灵的那根线接通了300多条的这个原来在声乐技巧上就是属灵的那个线所以我们尽管声乐上的技术不是最好，但是呢，一旦我们跟这个圣灵的线接上之后呢，圣灵就会带领我们这个就像这个手机充电一样的就立马给我们充满了电神呢就将我们这个属灵的声乐基础和歌唱的技巧提高到他所需要的高度所以一个有生命的敬拜、歌唱、赞美，在天歌2012使用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达到了一个属灵的圣乐果效。我们的神真的不嫌弃我们每一个在歌唱技巧上属于灵的人，他还提升了我们每一颗属灵的心，给我们的超出了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他所做的是量体裁衣的，而且是天衣无缝。所以，我真的在这个侍奉当中，我真的是经历了神的同在在这2场的，也就是说，天歌2012在这总共是2场下午1场，晚上1场，一场布道会，一场培灵会那么后来录制成了 DVD，这个 DVD 已经传遍了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他让更多的人借着天歌认识了神，相信了神，也接受了神的救恩，也让福音以这种方式，或者说以这种形式传到了世界各地。我们感谢全能的上帝，将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放在何等的一个高的地位，所以使我们得以站在悉尼歌剧院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来彰显神的大能，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操练，也对我们的拣选，能让我们这些人呢，既用歌声赞美他的荣耀，又用歌声传扬他的福音，也用歌声见证教会的合一，更用歌声为参与将来在天上的亿万人的
大诗班，唱天歌做准备，这是神的恩典，也愿荣耀归于在天上的父。那么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分享呢，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啊，我其实就是分享那么多，其实有一些视频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无法所有的视频都能够分享给大家，但大家可以，如果你方便去 YouTube 就是在那个油管里边可以查到很多的视频，其实呢，我们今天来回想12年前神怎么感动，怎么兴起啊，借着这个美国神州传播协会，他们在雪梨搞的这两场的布道会和培灵会啊，神就这样组织起来了这个迦南圣乐团。那今天我还要想跟大家分享呢，关于迦南圣乐团，并不是搞完了天歌2012就这样的停止了。神真是奇妙的神啊，让我们迦南圣乐团呢，一直到今天啊，在这12年里边，我们没有停止去借着诗歌来赞美他、荣耀他。我想下面呢，跟弟兄姊妹还有在线的朋友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那今天呢，可能即使今天我有说到"我"这个字啊，如果讲到我，这也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能力啊，而是神在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正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那里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不好？在我分享，就是数算神的恩典，也就是说，迦南圣乐团这12年的经历，他带领我们，神带领我们做了哪一些侍奉？在这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我在2009年创作的一首诗歌，叫《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这首诗歌呢，也获了全澳的一个男十字星下的赞美诗歌创作比赛的第一名啊。诗歌不长，很短，但是神给了我这首诗歌，是4个声部的。那么我们迦南圣乐团也唱了啊，这首诗歌也在香港出版过了啊，在我的诗歌集里边出版。今天我不讲这个啊，我们想能不能请张老师能够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诗歌的一个视频。好的，你要退出，你要退出那好个。的，我退出这个屏幕的分享，好不对好？对对，你要退出屏幕的分享。这个是天歌2012，对吧？不是，是那个神的恩典够我用的，神的恩典够我用。对。有一个小型的诗班，是，你记得你在你说我找了几个版本，不同的版本。可以吗？这个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不对，这个又是那个，那个 link。那个 link，我你在。知道那个链接吗？后边最后一个字母是 U，大写的 U，生最后是8 ROU，那个链接。一二三四，哎呀，怎么搞得我这里少了一第个？三个屏幕，第三个，你应该是第三个视频，哎呀，怎么就搞？是你刚才放过了。你刚才放我说不是这一段，神的恩典够我用的。我看看是不是。这个，好，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对，不是这个，是神的恩典够我用的。你刚才播放过一次。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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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呀，那没有了。就你刚才播放过，你刚才播放过的。哎呀，那。就是在播放那个，播放那个诗篇150的之前你放过，我说不是这个，你再往前找那个视频那个链接，哎呀，怎么搞得我找不到了？你要找不到的话，我来播放试试吧。好，你来播放，好，我来共享。Share screen。Honda's end-of-financial year offer is here, with 8 years unlimited kilometre warranty and 8 years premium roadside assist, plus five services from Honda 前面这个广告, 哎, That'll see you all the way to Jimmy's formal. 这个广告在这儿, Good, Jimmy. 我直接从那个YouTube上, 好了,看到吗? 看得到。 好像没有声音呢。有声音，哦，OK，我这听不到。有声音。好的。Don't buy another pair of glasses until you've seen what this new invention. 好，接下来呢，我来我看看啊，还要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吗？
看得到，看到哈，我的声音也清楚哈。清好楚，的，清楚。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就不是300人的诗班了啊。感谢神。那么在搞天歌2012之后呢，我们就每一年。真的是奇妙啊！他带领迦南学团呢，从2012年至今没有停止过，甚至说在疫情期间啊，我们也没有停止过。我们凭信心啊，往前，这个往前走。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天歌2012两场的当时的一个poster，就是一个宣传单张啊。那这次的。天歌2012呢，两场呢是由美国神州传播协会主办，雪梨华联会协办的啊。那么全部的作曲配器，包括当天的舞台总监啊，都是由作曲家黄安伦先生担任的。那么我是担任的这个迦南社团的指挥。另外呢，参加的做见证的是那个小敏啊，小敏大家都应该知道她。啊，他写了2000多首的诗歌了啊。那当天的短讲，两场短讲是由远志明牧师做的。那么参与的嘉宾呢，也有这个孙海英啊、吕丽萍啊、远征啊、刘心如等等。啊，这是《天歌2012》，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段的视频。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就是这次的活动是由。雪梨这个华联会主办的，我们是在这个北雪梨的 Chatswood 这边有一个 concourse 一个音乐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这是刚刚那个时候刚刚建立不久的一个欧式的一个很漂亮的音乐厅啊，我们在那里搞了一场叫《天国好声音》2013，也是搞了两场。当时呢，小敏姊妹也来了，也来做见证。我们组织了一个乐队，加上电声乐队啊，还有一部分弦乐。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不到200人的诗班啊，所以我们有精简啊，精简诗班，从那300人当中，我们又精简。我们感谢神呢，神每次给我们的活动，根据场地的。大小根据我们这个次活动所需要的，我们会用不同人数的诗班，所以我们把诗班呢，组成了一个叫大诗班啊，一个呢叫前线部队啊，就是神在我们这300人的诗班当中拣选了40个人的小型的精干部队啊，我们叫前线团。刚才你看到那段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啊，就是由40个人的前线团来献唱的。那这个是天国好声音2013，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场面啊。下边这部分穿白色衣服是弟兄，上面呢是姊妹。那么这是13年。到了14年呢，又由美国神州又来雪梨主办了另一次的天歌，我们把它叫成天歌2014，是在悉尼市政厅举办了两场，那次呢，小敏姊妹也来了，也邀请了嘉宾，当时有这个黄绮珊姐妹、刘冠霖姐妹，还有香港的这个蒋丽萍姊妹，还有一位男中音的弟兄叫陈金鑫。还有一位这个摇滚歌手，也是我们主内弟兄，叫徐迟，当时有见证，那个邓萃雯姊妹，香港的影星啊，她做见证，信息是由远志明牧师做的啊。那当时雪梨的这个迦南圣乐团也参加了，所以这是2014年啊搞的这场。
叫雪梨，叫归家啊。天鹅2014雪梨叫归家音乐见证会。大家看到这个picture， 还有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国际上获了三个大奖的小提琴演奏家，这个也来了啊，黄斌也来参与了。这是天歌2014的一张照片啊，时间关系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那些视频了，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照片啊。那么到了2015年呢，我们就有40人的精干部队啊，我们叫前线团，开始我们向政府注册了这个悉尼迦南圣乐团，我们就开始坚持常年的训练。那这个是15年，我们在雪梨、北雪梨还有 City 搞了两场的这个配合，从美国来的张伯林牧师搞了这两场的音乐布道会。这是一个照片，排练照片。那么到了16年呢，是美国神州出版的那个宣教士的三张 DVD， 在这个首映式上，我们迦南圣乐团也去献唱了，啊，献唱，这是其中的一个献唱的时候一张照片跟大家分享啊，这是2016年。16年我们还在圣 Stephen's Church 搞了一次的哈利路亚圣乐会。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宣传单张啊，叫哈利路亚圣乐会，这是2016年啊，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圣乐会。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这个由当时是由赵晓弟兄主办的在悉尼国际会议中心搞的那一场2017第四届的天爱国际婚姻家庭节。大家可以看到啊，当时呢是也迦南圣乐团的诗班也有100多位弟兄姊妹，还有一个管乐团，再加上弦乐四重奏这么一个规模来这个参与了这次的活动啊，有很多人这个在这次活动当中这个穿上婚纱这个经历了神在这个婚姻的这个在教会的这个家庭里边举行的这个婚姻家庭节。我们也非常感恩，这是2017年。17年我们还迦南圣乐团还主办了一场题目为人若转的全世界布道会是当时是有邀请了从台湾来的牧师给我们做这个讲员。2018年我们也配合由美国来的张伯利牧师在雪梨搞的有一场叫爱与饶恕这场的一个培灵大会。这是2018年。在同年我们又搞了另外一场题目为卸下忧虑和重担福音诗歌见证会。这是在雪梨华人基督徒会堂举办的，也是我们前线团来献唱的。18年呢还搞了一场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场这是当时的一个poster， 一个宣传的一个单张。18年还有一场是叫仰望主诗歌分享会。我们搞了是两场，在18年的9月1号和18年的9月8号我们举办了这么两场的这个诗歌分享。
这是另外呢，18年还有一场，也是跟张伯礼牧师配搭，是在他的标题为"真理与自由"培灵会。18年搞了好多场啊，那么我们18年呢，我们就迦南圣乐团的前线团，我们就组织了一个30多人的团队，我们就去了台湾，去了日本，有短宣。应该是有十几天的，我记得16天是十几天的短宣啊。我们在台北献唱了3场，其中有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在台北的这个长老会举办的这场的诗歌分享会，当时有5个台湾当地的诗班。和圣乐团，我们一起参与的，从台湾献唱了3场，我们又去了日本，在日本东京又搞了2场，在东京的国际东京基督教国际礼拜堂我们搞了2场，这是我们当时在酒店穿着日本的和服，我们一个合影。我们在那个，东京呢，搞了2场，叫主题是生之追寻，当时是请讲员是由美国去的一个叫黄晓石长老，他做讲员我们配合是搞了2场的献唱，这是在日本东京我们。神带领我们迦南圣乐团搞了这么两个地方的短宣，那么回来也就是这是18年，到了19年呢，我们就回到雪梨，我们就主办了，叫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主办了叫十架七言圣乐布道会，这是当时的一张照片，那到了19年，应该是19年的10月26号，我们在悉尼音乐学院的音乐厅，我们主办了一场叫"受膏者圣乐赞美会"。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就是受膏者圣乐赞美会的一张照片。就是悉尼音乐学院的音乐厅，我们当时有30几位的乐团的交响乐团，还有我们60多位的石班员，以及有钢琴伴奏。当时我们也邀请了一位澳洲的一位弟兄弹管风琴。我们这一场呢，我们有上半场和下半场。我们上半场呢是献唱了有6首传统的圣乐诗歌，其中我记得有莫扎特的，有贝多芬的，还有这个 Foray 就傅雷，还有这个 Vivaldi 的荣耀等等，我们唱的都是传统的一些圣乐一些诗歌。那么下半场呢，我们就献唱了整部的《受膏者》，是我们上海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教授马格顺，教授的在1954年完成的这部作品，我们中国把它称之为中国人的 Messiah 那么我想在这儿分享一下，就是。马格顺教授他是我们一位主内的老弟兄，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那马先生他是40年代他是留美的，在美国那个 Westminster 合唱学院读的学位硕士学位。那读完之后他就回国了。他每一年在上海的这个穆恩堂。
他当时叫穆尔塔啊，他每一年都在圣诞节的时候呢，他都指挥Handel 的弥赛亚，亨德尔的弥赛亚。那指挥到了1953年呢，圣灵感动他，他就说我每一年都在唱亨德尔的这个弥赛亚。神感动他说，能不能创作一首具有中国用中文来创作一首弥赛亚？那他当时呢就开始动手写这首受稿者。到了1954年，他就下半年就完成了，就是在1954年的12月19号，就在上海的这个穆恩堂，当时叫穆尔堂，就首演了他这部作品。那么后来呢，这部作品也在海内外都广为流传，也很多海外的诗班，包括美国的有合唱学院，也把它其中的一部分作品作为神学院的音乐学院的教材来献唱。那马先生他是在1993年，他来悉尼，来澳洲悉尼，在雪梨的长老会，他也亲自指挥了他这部作品。那么我们迦南圣乐团呢，就一直在想，有机会献唱。那感谢神，就在2019年的10月26号，我们终于以这种管弦乐队伴奏的这个形式来献唱了他的这一部完整的手稿者作品。这是当时的照片啊，能不能请张老师，我们再分享一下当时的一首圣乐诗歌，好不好？我来点播，我来点吧。我们来，先看看一首莫扎特的那首《圣体颂》，好吧？音乐的声音很小，哦，音乐的声音很小。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调整。
Come on, Australia. 对不起，大家可能是听音乐声音很小，是吧？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啊，还是有技术上的问题，但是我们不用怕啊，我们其实，在灵里面我们是相通的，你可以在无声的音乐当中感受生灵的那种带领啊。最那后这一个一九放吧，我来最后一个我来放，免得那个，因为我好大概好好的要好一点。好的好的，行。那么下边呢，我来分享。那么之前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到了19年，疫情就开始了，我们呢就没有搞一些大的活动。但是呢，我说神真的奇妙，他可以借着这个网络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在灵里边有交通，灵里边有这个交通有相接啊。那么我们就借着网络呢，就举办了几次的活动。第一呢，大家看到这个是迦南圣乐团的乐理讲座，这个是到了2020年了，我们搞了一个乐理的讲座，搞了九讲啊。当时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关于音乐理论的一些知识，也补充了，也进一步的充实了我们迦南圣乐团的弟兄姊妹的这个在音乐理论上的欠缺啊，也提高了大家一些在音乐理论上的一些修养、一些学习。那么其次呢，在疫情当中呢，我们还搞了诗歌分享，让每一位迦南圣乐团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他们自己心中所就是喜欢的，或者神感动他的最喜欢的诗歌，分享关于这首诗歌的时代背景啊等等，我们搞了这是第二场，那么还做了一次什么呢？叫天歌回响，就是天歌201210周年，也就是说在这个12年呢，是天歌2010周年的感恩网络系列活动，我们当时呢也邀请网络请了那个袁牧师给我们有录的视频，黄伦先生给我们录的视频，以及小敏姊妹给我们的录的视频我们在网络上有这样的感恩的系列活动，到了2022年，我们其实就开始恢复了恢复来面对面的实体的练唱。到了2023年，我们就主办了一场叫"上帝爱世人"福音赞美会。我们也邀请了由从美国邀请了一位姊妹，她叫孙钟玲姊妹，她是一位钢琴家，这个在跟我们一起来，这个有参与这次的"上帝爱世人"的福音赞美会，也有当地的钢琴家、大提琴家，我们一起来，这个这是我们迦南圣乐团主办的，这是到了2023年了啊，这个到了2024年，也就是今年，今年3月份，我们再一次配搭。张伯苓牧师他来悉尼，来澳洲，有一个布道宣教2个月的时间，我们有2场的配搭，在他们的这个教会，叫就在复活节的时候就是在叫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我们献唱了2场，这是其中的照片，就是今年了那另外一场就是今年的5月11号。就是上个月，我们在悉尼市政厅，参与了唐崇荣牧师在悉尼的这次的布道会，我们唱了这个马格顺的《受膏者》里边的第12首，叫《愿荣耀归给他》。那这首是我想也跟这个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分享。
就是刚刚我们把它制作成一个视频，放到了 YouTube 上。这次呢是由我们迦南圣乐团和在悉尼的印尼归正福音教会诗班以及青年管弦乐团联合呈现的。因为悉尼的这个归正福音教会呢，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懂的国语，就是中国汉语的，那我就把它翻译成用拼音啊，交给他们来用Mandarin 用中文来唱的这首诗歌，那发音还是蛮准的啊，感谢神。等一下我请张谭老师能帮助我们来播放一下这次献唱的实况的一个视频。好，我先，你来播吧，好不好？身体送是吧？不是不是。是，愿荣耀归给他，就是我昨天发给你的这个最后一个视频。哎呀，糟糕，又不见了，又不见了，真是糟糕，就是我昨天晚上给你的这个 link。是啊，我今天早上才把他那个，哎呀，不用着急，慢慢找一下，找一下看看，因为我这播放呢可能会。刚才有姊妹说声音很小，你来找一下，不要紧。我看看哈，就啊，是，你看一看。我把它打开，好，嗯，我找到了，找到了哈，这样我把那个分享 screen 我关掉哈。对，这个是莫扎特的，这个不对，不要莫扎特的哈，不是莫扎特的，是。愿荣耀，愿荣耀归给他。好的，我看看这，怎么样？在哪里哟？慢慢找一找，不要紧。我找很到了。抱歉，这个。我又不知道那个，哎呀，我们这些老头儿啊，这个把本来你的这个很美好的这个音乐被我弄得乱七八糟的，不会，不会，神借着时间，没关系，你慢慢找，等一下，这好，次，这一次跑不掉了，对了，有了，就是他。
厉害吧？好，谢谢张老师。哎呀，这次可以，就是网络的问题，还是声音跟图像的进行还不是那么的同步，没关系了，我感谢神，大家可以借着这个视频也好，我今天分享的一些图片也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神真是奇妙啊，他可以让这些你比如刚才这个。他们印尼的这个教会的年轻人根本不会讲中文的人，可以来唱，用中文来唱诗，对吧？他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坚持来训练可以让一些在这个声乐的技巧未必是最好，甚至是说从零开始的一般人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达到神所需要的那个果效。就是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其实我本人呢是指挥，大家都知道指挥是用手讲话的，我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我的表达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从我心里边，从灵里边，神给我的这个感动，我就是说愿意。把我在经历神的带领的这个过程当中，这12年里边，我愿意用今天短短的时间来跟弟兄姊妹以及网络上的一些朋友们来分享神的这个奇妙，神的恩典真的是够用的。那么我们今年呢，还有2场是正在准备的，一场是在9月21号，我们是在澳洲雪梨。搞的一场圣乐的赞美会，另外呢，我们想今年呢，2024年是受膏者这部圣乐作品创作70周年的一个纪念，也是我们马格顺弟兄他呢是今年是110岁诞辰的纪念，所以呢，这部《受膏者》呢，我们希望今年再次献唱。我们今年11月16号将会在这个澳洲的 Brisbane，就是布里斯班，在南区的一个国际宣道会，在那里有一次献唱。所以我们也正在准备的。所以我今天呢，用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个啰里啰嗦跟大家分享了内容这么多，如果有讲得不到的，比如说有些地方不清楚的，也请弟兄姊妹以及在线的所有的朋友们，请你们谅解，好吧？我今天的分享呢，基本就到这儿，不知道看看张老师还有什么其他的好，谢要谢，求，谢谢杨指挥。我今天既有很多都是那个教会内，就是喜欢圣乐或者是诗班的弟兄姊妹。我们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向我们的属灵前辈也是可以纠正我们属灵技巧的这个前辈来请教。那个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大家有什么那个？直接面对面给那个黄老师，提出来，给杨老师提出来，有没有？杨老师啊，我请教一下，我到过很多的那个教会啊，这种音乐崇拜呀，就像那个神学那个见解一样的，很多的教会啊，他那个你比如说有的教会他只唱那个圣经上的诗歌，有的教会只唱那个传统的这个西方的这种诗歌，有的教会呢只唱就是比如说像尼托生他们那个系统的教会，他就只唱他们自己人写的诗歌。还有的呢，只唱那个颂赞节那个短歌，颂赞节那个时候做的那些短歌，那个当然我到个那个苗族教会的话，那个苗族教会的那个唱歌的经，
他就直接把给讲道都可以取代了，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或者这样的那个情况，你是怎么看的？好，借这个问题呢，我谈谈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不一定对哈，不一定正确啊。那么我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呢，让我感受到，因为不同的教会，神把不同的负担放在他们当中，也把不同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音乐方面有恩赐的，或者是音乐创作方面的有恩赐的作词作曲家，放在不同的教会里边，所以这样一来呢，就产生了不同的赞美诗歌。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在不同的教会唱不同的诗歌，这是神所许可的。作为一个教会啊。他必定神把他的负担，就是重点，或者说我们说那个 focus，就是那个，专注在哪一方面，他就会把哪一方面的一些诗歌放在他们教会当中。我这个我觉得是不奇怪的，也不难理解的，啊，所以有的教会呢就注重一些传统诗歌，有的教会注重一些现代的一些比较容易上口的一些短诗，这是正常的啊。但是我们迦南圣乐团呢，就是目的是在推动圣乐的一个发展，因为当今华人教会也好，整个全球的教会也好，这个传统的唱诗班越来越少啊。但是呢，现在神就兴起了这个赞美敬拜团，大家用一把 guitar，一个 drum，一个鼓啊，keyboard 键盘呐、啊，击剑乐器，就可以钢琴呐、啊，来伴奏，有三五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敬拜赞美团，这样呢就带动，这是当今的很多教会。啊，比较容易兴起的是因为呢，唱诗班是要花很大的功夫和很长时间去排练才能达到一个果效，所以呢，现在的诗班越来越少，所以这是我们迦南市的圣乐团的一个心里面一个目的，就是要推动圣乐的发展，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原来教会音乐不仅仅是弹弹琴、敲敲鼓、唱一唱几个人，哦，原来我们传统的圣诗班是这样的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一个合一的效果，好，谢谢。我看有几个观众举手了，我们按顺序吧。求真名，请你打开你的麦。好的，好的。我就问一下老师，就是说，这个悉尼迦南圣乐诗班他们那个就是赞美会的那个视频，我们以前只在网上看过2012、2013的，以后他们那个些赞美会视频，我们后来大概是因为网络这个国内这个强的限制，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想怎么能够得到这些视频，能够看到的？就这个问题。好，谢谢您。这个问题呢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呢，很多视频都是在那个国内叫什么叫油管啊，就是 YouTube，我们都放在 YouTube 上，因为国内现在YouTube 还看不到，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啊，把有一些视频也能够让国内的弟兄姊妹看得到，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做祷告啊，求神开出路，YouTube 上面，国内这个翻墙，这个有很多麻烦，就是对对的，是的，是的。这个，对，我们实在是想看这些，想学习这些东西，但是被墙挡住了。
对对，那么有一些他们有在微信里边分享，但是不是太多。对，那个有的呢，他们你比如说，有一些视频，那么国内就把它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分享，在微信里分享，所以你要想完整的所有的视频就比较困难一些。嗯，这些也有待于我们以后去做。嗯。谢谢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有没有说得明白，是这样的，您说的对，是不是能够发到我们个人邮箱上面呢？如果发在邮箱里边可以，如果你除非你是翻墙，但是呢，我不赞成在国内翻墙，这是一个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我个人不是太赞成，因为在国内毕竟翻墙是不合法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做不合法的事情。好，请那好个。的，谢谢，谢谢。请陈宝国主任是台湾的那个一个文化机构的那个主任，陈主任啊，您嗯，说，好，杨指挥哈，哎，你好。很欣赏你啊，你在整个圣约的服侍中哈，如何寻求神的引导啊，整个过程中看到神的手啊，他的带领啊，我觉得。你的服侍，对，从神的国度这个角度哈，是重要的服侍。那我是没有什么音乐细胞哈，但是呢，我却也参与在圣乐的推动上哈。就说今天你有这个目标，让圣乐更能发挥它的功能，特别我觉得就是今天哈。圣乐被用来处理人性上的软弱，比如说要聚会了啊，要等等大家，所以啊，这个有一些敬拜赞美哈，那么那个有很多的花招，就是在帮助人准备好人这个灵里来真诚的敬拜上帝哈，这一方面圣乐的推动，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位弟兄来好好的继续的服侍哈，那我就说给因为我不知道你在北京那我去过木易堂，我都不知道有马哥顺这位可能是牧师还是就是音乐家哈。他所做的哈，那我常常听弥赛亚哈，那我不知道有中文版的哈，这个马格顺所写的，那你要庆祝他70周年，很棒。那我曾经哈，我身在上海，我去过木易堂哈，那听到你的分享中一些宝贵的东西哈，那么我最近常常听赵小弟兄的。他的生命经济学哈，那么听到你曾经跟他的配搭，我跟唐宗荣牧师也有很深的一些互动哈。他曾经在我家住过，我们也一起在纽约上州哈有布道会等等。那当年我在纽约上州的 Rochester, New York 哈，那个是 Eastman School of Music 就在那里，所以有很多。中国学生到那里去读书啊，那么从台湾去的，也从中国去的哈，那有不少接受这样的音乐学院哈，训练了不少音乐家。那么当时有一群的有音乐天赋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哈，所以他们后来就成立了圣乐团契，哈。然后呢，在我们教会有这个圣诞节的特殊音乐聚会啊。后来他们说，既然可以在本地唱，也可以去其他地方唱。那我就是因为当初就是做在北美有很多查经班哈，后来变成中国教会那我一直在连接的事工哈，所以我要提供很多的服务哈，让他们去很多地方啊。然后金希文后来到了台湾，就是也是这个英气的
主要创办开始的人还有苏振图他们两个一起配搭有一段时间，所以很感谢神，圣乐重要，但是呢，今天没有被放在一个对的位置，在很多的教会里，但是如果借着我们弟兄姊妹真诚的服侍，上帝会保存这一些服侍的成果，那我相信对整个以后华人的教会的发展会很重要那我有个儿子他是喜欢写音乐剧音乐剧那曾经我把他把很多年轻的带到北美，有台湾的，也有香港的那到北美有一个月，他们就2个半星期就把一个音乐剧整个从零开始，最后把它唱出来。那我就看到哇，音乐让年轻人参与这个对的方式，带有很好的结果，有很大的成就感，有神的同在。所以我盼望音乐这个领域能够更好的被主用。盼望我觉得上帝做了这很奇妙的事像小敏没有任何音乐的这个装备的，他却能写出这样的圣乐感谢上帝他在用圣乐，但是我们如何看到圣乐在神所感动的带领中的人，好好把它呈现出来来荣耀上帝然后来造就教会，持续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谢谢指挥，你今天的分享很棒一级哦，棒。感谢主，感谢主，都是神的荣耀，陈主神的任恩啊，典。你来推动那个把这个今年的这个演出也到你们台湾去吧，来，你们来推动一下这个嘛。这个那我今天这个在台湾，就是重磅级的牧者我跟他们的连接，我最近就曾经做过一些，比如说孔雷汉卿在职场很被主用的一个姐妹，我帮她安排聚会，跟牧者们连接，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好。但是我还是安排了所以呢，我觉得需要时间我需要跟牧者们建立更好的关系。那我或许将来有机会一起配搭。好，谢感谢。谢主，我希望啊，盼望有一天能够再次去台湾，我们有配搭太好了，也能够取得您的。宋主任在台湾一些支持这个盼望我们祷告，我现在所参与的教会，台北信友堂是很看重传统音乐的，圣乐的。这个我就很确定。那么，上帝也很祝福信友堂也有蛮大的会众不过就是我们在建堂还有几年才能够最后把它盖好所以在过程中我们保持联系，记得张丹好的，妮好的，好的，保持联宋主系，任太好，放在祷告中。这个，哎，好，Kitty 弟兄还是姊妹？Kelly Kitty，是姐妹，姐妹弟，Kitty，好，请说。没有声音，Kelly。你没有开麦。有开，但是有开了，但是但是请说。是不是有故障？电脑或者手机有故障，好，我们这样听不吧，到你声音。我们先请那个江寒，先请江寒说。
你好，杨老师好，大家好。哎，你好，你好，刚才可能没有听到杨老师就是讲前半部分的时候，有没有讲到用悟性歌唱这个分享，就是我没有听到，然后您能不能帮我再分享一下，就是什么具体一点的分享一下这个什么叫悟性去歌唱？谢谢您。那这个是，圣经里边。让我们在歌唱当中啊，要用悟性去歌唱。其实呢，悟性，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我们在声乐的演唱技巧上，有很多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气息，气息要怎么生？这个声音，喉头是怎么样？就是声带怎么样发挥它的最有效的声音出来，怎么用你的各个共鸣腔体来把你的声音扩大啊？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人是越喜欢用眼睛看得到，我们是吧？这个才能看明白。其实有些东西呢是看不到的，你就必须要用悟性啊。人真是奇妙的，他就用这个悟性啊，让你去悟。这个悟呢，就有一点，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就会让你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去经历它，去跟它的圣灵接通。完了之后呢，圣灵就会启示你，让你悟出来。就是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不是那么的准确啊。像我们吃的米饭呢，最香的米饭是你当你。cook，当你做完了之后，不要先把盖子打开，你要把火关掉，在那儿焖一会儿，捂一会儿。完了以后呢，让那个米的香气都进入了那个米饭里面。我这个比方不准确，但是呢，就是它需要一段时间，在你的灵里边引导你，你可以悟出来。哦，原来这个神让我们歌唱。哦，里边还有这么多的技巧，这个技巧是时间去能够悟过来的。我不知谢道我谢这杨样老讲师，是不是有对你有哈哈对你有帮助？很有帮助，很有帮助。我也一直感在谢。研究怎么更好的去歌唱，怎么更好的去赞美上帝。谢谢您，谢谢。对，不客气。神祝福你。阿好，门。好，请那个 Kenny。请 Kenny，张老师现在能听见不能？听见了，可以的了，哦，听见了。谢谢张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提问的机会。今天上午看的这个音乐会挺震撼的，然后就在想能不能去到现场去看，就是去今天的老师是在澳洲的吧？您是在应该是在澳洲的吧？听您说就是是的。很多都是是的，在那个悉尼什么举办的，好吧？对，对的，欢迎你来澳洲啊，但是，谢谢老师。您是但是我是，在国内是吧？在中国是的，大陆，对，不知道怎么去呢，老师，就是，是通过我看的有，就是要通过那个中介公司，是要走这样的一个渠道吗？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途径。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好道，吧。这个可能要问专业的人士啊。但是呢，这一切都在神手里，若是神许可，他会带领你，愿神带领你。但是我们也现在网络时代，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去看到神在圣乐方面的给每一个地方或者说每一个国家。的一些带领，其实国内有很多教会的圣乐搞得也很不错的，您是在哪个城市啊？哦，我们这边我在在那个在河南这边，就是圣乐这方面，
还在比较也初期的一也个上阶段吧。然后你去过上海，去过老师说的那个上海的那个莫恩堂，比较少。河南是肖闵就是河南的呀，所以有河南当地的一些，河南的教会也蛮兴旺，是的，好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啊，神祝福你看。我看见就是刚才我们这一开始电厂的那个写音乐的那个键数好像也在里边，哎，那个杨老师还点评了你的作品。我们虽然是业余的，你来和那个杨老师那个请教一下，键数在吗？啊，不在啦，算了，没有反应，不反应，没关系，呵呵，没关系，他也应该是在，那个，我看这有很多人要求把那个链接发给他们，你能不能在那个对话框里边，就聊天的那个对话框里边把你们的那个。怎么样的杜甫的那个上面发给大家啊？就是那个聊天的那个对话框里边，可能要把那个链接复制一下，copy paste paste copy 完了以后复制到那个。复制以后粘贴到那个对话框里，因为我这儿打不开，我现在要到我的那个 share screen 才可以。那哎呀，我也是比较笨，算了，我们下来以后还有什么地方再联络吧。对啊，在油管上那个可以搜的，一搜就搜出来了啊，把名字打进去就搜出来了。如果你能上到油管，YouTube，还有没有问题要给？你说一下那个名字，你说一下那个名字，油管的名字，对，有，比如刚才最后一段，你就写上这个"愿荣耀归给他 CCMM Cine 就可以了，"愿荣耀归给他"。后边写大写的 CCMM，后边再加一个英文的 Cine，就悉尼的英文就可以了。有还希望你们把那个圣经的原文都给谱出来，你看，给你提出这么高的要求了，谱曲是吧？啊，对，我那个写了很多的，以后有机会分享吧。我也写了很多的那个诗歌，都是经文歌啊。对，以后跟大家分享吧。我2016年在香港出版了一套诗歌集，我们江南摄影团也把它录成了 CD 啊。这个，好，那如果说没有那个人再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嘞。还有问题没？杨老师，你现在在教书吗？是不是在对，音乐学院教书？我也在教钢琴啊，教钢琴，对，好，就个别教钢琴呢，还是在那个大学里？我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学校，在学校，好。对。那这个你以后有这些活动啊，经过这个平台可以让大家知道啊。我想到悉尼来是一个方法，但是用 Zoom 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在这样重大的一个聚集的会议中间啊，音乐会中，我想很有价值。对，是，哎，这个建议。那你那个杨指挥啊，以后你们有什么有重大的
演出的时候，我们对。可以那个用这个 Zoom 啊，可以做那个Zoom 和 YouTube 做那个转播直播，哎，可以直播，这样的话就大家就信息就出去了，对要对对，神给我们开了这样一个网络的门，我们必须要把它用起来。没错，是，好。是的，那如果说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请陈主任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的，好，感谢天父，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借着网络，在主里边得到激励，看到你是历史的主宰，圣乐是你赐给人类的一个极宝贵的一个礼物。但是主，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代，人趋向于来帮助人随性而。因此，让圣乐没有被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感谢上帝，借着杨指挥，他一生跟随你，在圣乐的领域持续的在研究，在写宝贵的诗歌，接着圣乐团能够带出圣乐的活动。这样的方式来造就教会，求主赐福他手所做的工。阿门。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样的网络时代，让一些有音乐恩赐的人，能够在主里有好的连结，彼此的鼓励，能够让每一个人的恩赐得到最大潜力的发挥。好让这个世代看到上帝在圣乐上他的心意，而因此让全球的华人教会，甚至全世界的教会，能够蒙神的祝福，阿门，让教会得到洁净，阿让门，教会的敬拜能够有深度，不是只是听到，而是更多的进入灵里。是有心灵的这种感动，而因此有行道，能够让家庭被恢复它该有的样子，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环境中能够很好的成长，而因此看到一群敬畏上帝的新一代被上帝所兴起。能够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被主大大的使用，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感谢上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好，再次谢谢。好，哎呀，感谢主，感好，谢谢谢，上谢谢师，杨指谢谢挥，牧师。谢谢大对，家参与，也谢谢张代弟兄，好，谢张谢，代老师啊，好，谢谢，周末感愉谢，杨指挥，谢谢，再谢谢，见，谢谢大再家，见，好，好，再再见，见，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好。